现在我要去试一下我明天录制的衣服。那第一次看到有自己名牌的衣服，还是有点小兴奋。现在去试一下，拜拜。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。就看颜色，我觉得就分队嘛，我觉得绿队嘛，对吧？这个肯定没得跑。哦，预测，我想跟晨儿哥和凯哥一队，因为就我跟他俩会比较熟一些，然后这俩又是奔跑吧的元老级人物了，就各方面应该都挺厉害的，就有两个大腿可以抱这两个大腿，嗯。来，得把它科普一下，王王。赫赫的帝，王赫帝，不是王赫利 ，OK， 王赫帝。